各位贵宾，各位大家，今仔日所有的好朋友，各位时段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是咱浙江的一个社区，一个大日子啊！咱这个活动中心哦，经过一年外的经营，啊嘛，今仔日落成社区。下晡呢，真侪咱之间，大家真好朋友来参与啊！啊，咱里边啊，使做啊，规身啊，规身汗，我下午就下雨。所以非常的辛苦，那是不是各位借了就来参加，把咱利用加鼓励一下，好不？非常的辛苦，咱在之间把咱鼓励一下，好不？谢谢各位，哦，感谢各位哦。那么咱总这时间已经到，哦，咱两点半准时，哦，两点半咱准时要开到。那么以下我来介绍咱各位贵宾，我来过来认识下，我来认识下哦。首先，咱来介绍。蔡立宏舞蹈班所有的团员哦，咱来表演的哦，非常的辛苦，非常感谢啊！啊，今天来介绍呢，台南市逍遥门传统整部推拿协会理事长汪俊前的团队。这是一部电影，我们做推拿好不啦？我们家在你刚刚是不刚是样的哦，但是谢小哥，我那得到老一干对啊，足大的感悟非常好，非常好个哦，非常好个哦，爱心美女也非常感谢。啊，继续咱来介绍，咱的贵宾，咱林俊杰立法委员，咱的特助游忠和游特助。我选择大家晚安。还有咱陈天辉立法委员张文雄张主任，谢谢谢谢。以及咱石正东议员，大楼八八啊，进驻到现场，沈连哲局长，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好。啊，一开始，我们邀请咱社区上辛苦，咱的水手队，咱的水手队，咱的吴条湖，哦，吴条湖执行长，哦，执行长，大家恭喜我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来。啊，刚刚讲了这个，咱这个。